好，秀林乡一年一度的泰鲁格族感恩祭典活动即将在10月15号展开。不过在活动之前呢，都会进行感恩祭典活动的大会舞主题舞曲的征选活动，即日起到4月21号开始受理。秀林乡公所也欢迎全国的乡亲前来投件，奖金高达3万元。花莲县秀林乡2023蒙盖巴里感恩祭典大会主题舞曲征选活动，即日起到10月21号为止来进行受理的作业。秀林乡长王贵表示，为了重养泰鲁格族文化，公所每年规划大会舞的征选活动，就是要让认同文化的音乐才子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共同传扬泰鲁格族文化。也欢迎全国乡亲前来投件，奖金高达3万元。我们秀林乡公所其实在每一年我们都会征选我们蒙盖巴里舞曲的一个征选活动，那我们即日起到4月21日这个期间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朋友，只要是18岁以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征选活动。我们这次征选活动的奖励金是新台币3万元。我真的希望能够征选到真正属于我们德鲁古蒙盖巴里的一个舞曲的征选的内容，希望把最好的音乐分享给我们的大众。秀林乡长王贵表示，秀林乡一年一度的感恩祭典活动，除了吸引先进的泰鲁格族族人们回乡来到这里参加自己的活动，同时也有外地游客来这里一游。秀林乡公所也规划许多体验的活动，让全国乡亲来了解秀林乡的文化之美，也欢迎全国的音乐才子来投件，共同来创造出不一样的音乐响宴。记者九王一群报道。